内部轻松的，那些摆然后调就调出来。这个高度一定要循序渐进。对，中间的人要慢。那你来看，你来看，好好好的，中间要慢蹲。我们在我们统一右脚放前面吧。咱一开始偷头了，谁要感到很苦恼？那你来帮我们调一下。好好好，哎，现在前面是 OK 的，然后到美琪，超越。好，我们的这个动作已经完成50%了，60%了。你直接的地方高一点，我给你试。子明的这条裙子让我无法接受，我很累。后面前面的体力要坚持住啊，尤其是那个半蹲的。好，3、2，哇，小心！哎，小心你完全这样子，你不用蹲。哎，我也这样，来来来来来，3、2、1。